解咗啦，里边有晒郭学华同红英勾结嘅数簿，仲有警队其他黑警嘅资料。呢只老狐狸谂都谂唔到会输喺自己手上。出事啊？咁你谂住点啊？已经救晒呢入郭学华，我哋咪交俾警方。依家警队入边都唔知边个人边个鬼，就咁交俾佢哋唔安全。咁你谂住点做？我会处理噶，你唔使担心。 点啊？解唔解到啊？啲证据喺晒度，全部一清二楚。咁你咪好快将个真相公开咯。以后你就唔使再跟住我左你右你。喺呢段时间里边，真系辛苦你。只要可以同你喺埋一齐，啲都唔觉得辛苦。 准备好郭学华嘅罪证资料啦！我之前试过放上网，点知佢做咗一千份假嘅，不停揾人掟上网混淆公众视听。而家所有人都当咗系恶作剧。咁我应该点做啊？所以我一定要亲自去喺一哥面前揭发郭学华嘅真面目。咁我哋行咯。哎呀，我留低咗电话喺入边。我翻入去攞。喺边度啊？喺柜桶啊！ 对唔住，我唔想你去冒险。唔系啊，我哋咪讲咗，我哋同甘共苦嘅，你唔可以抌低我，你唔可以咁自私嘅，你开门啦！今次太危险，我唔知郭学华会做咩，你就俾我自私一次。 多谢啊！呢晚日咧，网上面突然间疯传成千份警察贪污嘅黑材料，你哋警方高层有咩睇法啊？会唔会对名单上嘅警员咧展开即时嘅调查咧？你哋警队有乜嘢要同市民交代噶？我可以向市民保证，警队系好严肃处理呢件事。商业罪案调查科已经作出深入嘅调查，精神网上流传嘅黑材料系不尽不实，系属于恶作剧嘅成分。同时，我哋嘅探员亦都拘捕咗一名无业嘅青年。 相信係與事件有關嘅。呢單 case 嘅檢控咧，會喺日內進行。基本上呢單 case 已經係 close file 㗎啦。多謝各位。唔該曬，唔該曬。現場開。你做嘢。Sir，Sir。今日佢一定會出現嘅。我要佢打橫出翻嚟。 阿Sir，乜咁迟啊？塞车啊嘛。处长，份稿已经照你意思修改好噶啦，使唔使睇一次先啊？唔使啦，上台前你俾我。C.K. 嚟咗啦，过唔过去倾两句？梗系要啦，老朋友嚟噶嘛。见唔见到Sir？ 太多人啦，好难啊。阿海啊，边度啊？ 可能我睇錯啊 ，Kobe 啊，我想去除咗個繃帶，請問洗手間喺邊啊？出面門口轉咗直行掣啦。作為警務人員，好多時都面對唔同嘅引誘。
但我哋只要谨记神圣嘅使命，就系保护香港市民，维持治安，执行法纪，将匪徒绳之于法。我相信任何引诱，我哋都可以克服嘅。我从事警务工作。郭浩华，你唔好再讲大话，你根本就系黑警。咁多年会咁噶？收手会出嚟嘅，少少，无恶不作。你系警队之前，你冇资格代表警队讲嘢。众目睽睽之下，怼冧卓海，蠢唔蠢啲啊？摆明挑战警方，迟早搞埋你个饭。谂唔谂得过，自己谂啊！你为咗利益，连自己同袍都唔放过，杀康道侠嘅人，系你。出边揾，我好辛苦先至揾到你同班黑警嘅犯罪者，但系你为咗隐藏罪行，你制造咗一千份黑材料抌上我，目的系要扰乱公众嘅视线。不过点都好。嗰份千真万确嘅犯罪证据，而家仲喺我身上。捉住佢！警长，警长，警长，做咩啊？阿海，我谂佢唔系反啊，佢冇杀人，不能杀海。好嘢，即刻离开。带佢两个翻。哎，等等，卓海，你明知嚟呢度一定被人捉，点解仲要嚟？你身上系咪有你讲嗰份真正嘅黑警资料？喺身度，交俾我。郭浩华，黑警名单上边有埋你嘅名啦。同我全部带晒翻去。意思郭 Sir， 坐低，卓 Sir。Thank you, Sir。欧杰嘅手组根据你俾嘅资料，已经揾到姜俊新，而佢亦都承认咗系佢谋杀叶少良同梁广根嘅，证明呢两单 case 都唔关你事，你可以放心。Thank you, Sir。只不过咧，郭学华就一直都保持加密，乜都唔肯讲。啲手组仲要多啲时间搜证，我谂要辛苦你喺度留多阵。冇所谓，最紧要真相大白。其实好多谢你不顾一切咁为警队铲除郭学华呢个大毒瘤，你嘅英勇行为，我认为值得高度表扬。Sir， 我系一个警察，维护公义系我责任。Good， 我会尽快恢复你嘅职务。不过而家有个人想见见你，睇怕你都好想见佢。何律师。宋生有咩讲啊？佢会点帮我啊？你同佢讲，我咩嘢都冇讲过，叫佢放心啦。宋生好明白你嘅要求，不过佢话今次帮唔到你。帮唔到我？你讲咩嘢啊？你同佢讲啊，佢唔帮我啊，咱大家冇好日子过。你真系要我咁讲？我唔系咁嘅意思，我只系想。你知道宋生讲过嘅嘢，决定咗佢系唔会改。不过宋生话好多谢你以嚟一直咁帮手，不过今次唯一可以做嘅就系帮你照顾喺澳洲嘅老婆同埋仔女，佢叫你以后都唔使担心。佢点解咁对我？点解？吓？点解咁对我？